你都唔知啊？我知噶。三漢如梅啊嘛。都幾叻，都冇啊！打人打到唔記得咗。咁啊，左睇一睇，右睇一睇，中間睇一睇，咁就三漢啦。咁咧就係輝哥同啊葉偉芬老師唱。冇錯。咁啊係啊，輝哥同啊李寶瑩。原唱者都係阮兆輝。啦，嗯。咁我哋聽下咧，葉偉芬老師點樣用佢啲閃劍麗康去演繹下。好啊，我哋唔好阻時間啦，好唔好啊？有請阮兆輝、葉偉芬，三漢如梅。
迷玉女妆，云仙冷月霜，未看玉看念色香尽，念色香远，他团再断难明月望清朗。闻得玉妹抱定群烟束手，故此改扮郎中，行得不王爷门过，吹柳未见如花貌，哭郎早送泪儿香，假文进叩见公主啊。就会落回急色上，人中唱歌对我暗低暗唱，是半明明白交为真满上，所以斗胆应装满场天光。你看来不像个郎中，都像个猎户。飞飞呀，苏泽神龙百草科，苏毒华科医药安，并非蓝月冲苏背浪，妙手回春，人啊情啊伤，若非三知能判，生和死又焉敢见那光。但只我六问，又怕出差错，我自觉心不放，想话一天连万观察重长。Thank you.
系系，未让啊亦会出错嘅，虽知病心旧好似烂，就会明时让。彩莲送香凤，露了天仙相，似半天光下园里行得三番寒。上难下弱，是何缘故呢？因我不敢灼灼相对，故而未看得清公主神色，是以不能断正。何谓神色啊？系咁嘅，神色系藏于双目，只有目光相对，才能观察啫。当真如此啊？当真。平是流啊症，八公主的病啊用，来观呢。马若心愿，哎呀，轻薄一时，定会超和光。相识归来呀，天齐妙中啊！
先生。在。到底你贵姓啊？贵姓？公主，贾先生当然姓贾，就唔再讲。咁大名呢？不敢不敢。文俊两字带有书香。富居何处啊？系在狐狸园中嘅芋桃村。芋桃村中狐狸巷啊。先祖作何生意啊？我八代行医善奇王。咁你呢一代呢？九代家传也是把郎中嘅干。你府上共有几人？一家，系一家六口，共有三双。咁啊，六个人呢？哦，父母兄嫂都系由我养噶。啊，父母兄嫂年龄都不过五人，又何来六口啊？哦，不瞒公主，还有一个系我嘅妻子啊。妻子，咁又未噃吓，不过虚言此为后生娘。你好啱啊！一派行路有乱将，三分怒火心忧伤，你言啊似闪烁。没主张，三次清风被女作送那场，哎呀，哎呀呀，宝剑光寒，我个心更寒啊！你是穷猎户，亦或是假医生？啊、你快些讲来呀！系，公主用笨吓。我不是假医生。你唔系大夫啦咩？唔系咯，也不是穷猎户，我不是油头少。将军也不是马家郎，不才半醒嘅风。哦，是风吹不倒，雨淋不散嘅假文俊系嘛？都唔系啦，系封侯拜相嗰个封啊！我父官拜相书函，身居户部破职。位列朝班上，家俊两字是真名，包读诗书千万卷，下不如依马，功名只贪望，公主你威震边陲，我心轻一扬。问得几许苏眉巾帼，压寒啊霜花梦啊，难取代父成勇将，梁红玉助夫抗夫郎，只为心儿玉女胜故人，才有在天齐庙中来偷看。哦you
相出来，恐怕冒犯公主孤儿，不敢直说啊。你但说无妨啊。哦，公主，自从天齐一见啊，我痴爱日半江，一片啊梦难忘，云里心丧，哎呀呀眼惆怅。另外一个叶老师好嘢，啊，物别还须别，咁啊，今晚
一个春风化雨仲功难，嚟咗尾声啦！多谢各位捧场，多谢文化中心嘅台前制作工作人员，多谢我哋咁靓嘅音乐，多谢两个俊男，多谢三位老师加埋阿敏儿，多谢你哋嚟，身体健康。多谢各位光临。点啊？今晚满唔满意啊？好唔好听啊？真嘅。我哋再一次俾掌声我哋边乐师好唔好啊？多谢，多谢。多谢各位，祝各位身体健康。多谢，多谢。多啲聽粵曲，多啲捧場啊！多謝我哋台前幕後嘅人，多謝。身體健康。我哋仲要多謝文化中心嘅各位工作人員，請你嘅協助，多謝。拜拜，再見。係咪啊？多謝啊！多謝包涵啫。